升华新专辑哦。什么时候要出啊？不要太好，谢谢。现在保养得很好，有没有考虑复出？因为最近很多人在复出，像 Energy 啊什么的，你有没有考虑也要复出？没有没有，就尽量低调，好好就是培育下一代的新人的。对会，其实刚刚在外面也有遇到一些就是老粉丝，对，然后呢就是也很开心，就刚刚比较像朋友的互动。听说现在投资事业做很大，收入很猛，这样之前有个这样的报道。变广了吧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辛苦了。